大家好，我是戴野猪。本期是对于近期原石的提醒和回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。这里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雷神和伞兵，所有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武，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还没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有什么原神问题可以问我。首先提醒一下大家，立本大哥的百货期货每天的原石不要忘记了，然后是无相交响师、画外旅照、且试身手的原石也都快到期了，尤其是公子这个不要忘记拿了。接着是新的深渊已经刷新了，可获600原石，大家记得都打一下，箱子都领一下。还有新一个月的星辰兑换石抽也可以换了，千万不要忘记了。还有每日和月卡的150原石，总计2000多。也祝我希望每一位关注我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些原石，我能做的就是在结束之前每次都来提醒大家，尤其是防沉迷同学不要错过。接着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 3.3 这些卡池的持续时间， 3.3 上线时间是12月7号持续到1月17号，一共42天。更新维护时间，12月7号早上6点到中午11点维护结束，伞兵卡池将上线。然后雷神卡池是在1月17号下午关闭，距离现在还有40多天，这么多天数算上每日月卡活动存个八九十抽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可以存这么多原石就到前面这几个卡池里面去浪，还有伞兵一斗发禄山的卡池，千万要管好自己的手，万一把保底或者大保底抽出来了，到时候抽雷神就可能原石不够了。这里希望每一位朋友抽雷神都能圆梦。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，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石活动资讯攻略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每天看看，以免错过福利趣闻哦。